好，要不，你抽点。该，我包差了些压板，我包，给老师送了。其实现这个礼拜五，我操，那我没事。到一百几个，你木头把个来，你哪样你夸给我？
这些米青石油，嗯，也没办法卖。那你至于插炉油，给你啊，嗯，这个带烤一定要爷爷买。一定要爷爷买，给你起单，你要碰了弄了去卖球落来。嗯就是先去城市里修炼，就要先去城市啊？那边你要啊，这也是先去城市要修炼么？啊，可以帮他的。中药给他们一不能三平时切除我的正如的不用感觉到这席就不用感觉老师拿油菜丝来去餐厅路去餐厅路那边是地方菜不得付费我操你洗干净就死了
插到底就行了。看这个，这个有圆形的弧度的这个槽。哦，这里有个圆形。嗯，这个对齐的时候，这上面有个弧度的。哎，挺帅的，这个螺丝。四天不要紧，我。
中午要跟朋友要那个吃饭的，没关系，睡觉。问题不大。现在10点钟之后，到10点了。这个是这么多放在这里。你这里还有16的。这样套进去。太高了，所以说要给它增大，把那个嵌进去，要对上，再弄下去，它压下去，它自己就跟那个合上了。关系大小啊？过滤啊？它这些渣会吸进来。这个是角座滑吗？我吸出来。哎，那我看刚刚。你增大减小它好像没有动，但是会那种那它在这里这个这么长，这么大，清洗啊，就是我一到晚上都这个卸开，这个是不能卸，这个卸了你就不好装了。它这个是弹簧自己压下去，这里接电磁槽。阿峰，你是否做那个的？总工啊，你做啊，你做，因为我都用这个手，它刚好是这个手。这个是控制真空的哦，那这个改成气也可以啊，就不用换了，这一个阀一个打开就行了。就直接控制它的，能验的。这个是进气，这个直接插气，然后这个直接插这里。这个是出气啊。这个是进气，这是控制，它是控制，这个没用，控制电池。我把这个不是，它这个是不是它这个是原来这根皮管的？不是这根皮管，这个直接插气就可以。现在这个皮管你跟它连起来，那它的控制就这样。不，这它真空的，真空插这里了。它插这里控制的，你料台升降底一下，这个是12的，这个也行，你这个是料台升降，这个是电的，对，这个粗不用了，把弹簧自己压下来，那就净控制一下了，对，这净，这个真空直接跟它连，那12是，那个上腰带还没有，对着哪里？对着。这里直接接气就可以了，是不是气源不走那里过了吗？对啊，你这里气源找个气管插上去就可以了。这真空源，就是这么大概对住，让它降下来就行。这个孔对起来降下来，这就好了，把那个罩子罩上去。